今天又吃火锅干饭了，宝贝们，果冻还有茶带着了。这里面有小米辣、香菜、葱花，然后还有蒜泥，然后就没有了，再多放点这个油。我吃火锅很费油。安排起来小果冻，一定要细嚼慢咽的吃，宝贝们。泡好了，宝贝，我今天在外面是泡的，所以它颜色就会浅一些。麻辣牛肉，这个辣，满满的一碗，刚油放多了。吃吧，吃。火锅牛肉你看少点。大毛肚。这饭很好吃，这牛肉，再配上牛耗鱼，我来吃好吃，再来一口，男朋友日常夹菜。像我出门全部都是带着果冻和茶的，随时随地都在，就是说他俩搭配在一块儿，五一出行必备，宝贝们。果冻我直接挂链接挂到左下角了，现在是79.9元拍下发5盒，宝贝们啊。